忙碌的一天最适合来一个足疗行程，在师傅的巧手之下，将身体的疲劳全部借由按摩排出去。不过在一天过后，好想来一杯饮料，坐在荧幕前好好看上一部电影，体验与现实生活不一样的故事。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或许你有个两全其美的选择，那就是完美印象影院式玉足养生会所。在会所里有经验老道的按摩师傅细心的替你服务，又有优质的音响、宽广的荧幕，尽情的享受声光影音。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，一个夜晚能有双重的享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